家好，我是老五。前两天晒了一些新鲜豆角，晒了有两天左右，你看现在已经晒干了，我现在把它收起来。我那天晒的是六斤新鲜豆角，等一下我去称一下看有多少豆角。你看晒干了就剩这么一点点了，现在粘好了，叫爷爷来称一下大概有多重。爷你来称一下。这里啊、那两两啊，三两，那四两，哦，四两，五两啊，哦，六两，也说这一袋是六两。我们这个六两可以煮两餐。很不错，自己种的豆角。